我身上的这个是有点干燥玫瑰粉，带有一点紫色，它薄薄的，但是它是魔毯式的，我告诉你，保证保暖。我必须要讲，它真的好暖，穿起来真的会热，但是你它就这样薄薄的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但是这个你自己回去体验一下。好像我就会这样穿，如果天气冷了，我今天把它当上衣，那我就这样去工作了。这个我讲了，台湾、新加坡、港澳、马来西亚的人通通都可以穿。你可以当外套，可以当上衣，你自己去看你想要是用绑的、披的都可以。这个颜色它也是那种熊熊颜色，正宗熊熊颜色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魔毯真的是会比那种平常那种大学T来的还要更保暖。这其实算蛮大 ，L 号可以。然后我穿其实它很宽松，然后有点前短后长遮屁股的感觉。我身上灰我反而故意把它穿一个就小辣妹的感觉。你的所在地是比较温暖的，比较热的，你可以开始做一点小露肩、小斜肩，甚至一字领，就这样，它会卡在这边。好，你看我当外套是不是也很好看？超美的，而且我觉得侧面好好看哦。